Tech, baby.别说话，技术犯规，不说话，我觉得林哥，犯规举手，犯规举手，不说别的，志杰，投篮的犯规罚两次，连罚三个，8-6，曹方现在领先，李林通过罚球有机会去反超比分。没关系，李林慢慢来。加油一个。3罚2中，比分再次被追平了。换身。冲天炮的掩护拆开，漂亮的顺下。哦，定板大帽扑见。好球。梁毅抢得很凶。李林左手的舔篮，郭健再抢连续篮板，哦，蓝队球，哇哦，这个比赛的对抗程度，李林再突，哎，第一步抢得很准，很果断的上篮，再次反超比分，两边都是拼防守啊，防守，换人小打大 mismatch， 利用速度吃。成天豹接到了曹方的基地助攻，10-10。成毅吊曹方断球了，漂亮！红队的球，曹方成功的抢断。直接给，防守。被打。曹方这次往另外一侧转，中投也有，面子招式不同的方向。Kobe Bryant。曹方在和杨毅的对位还是占优势啊，郭健，哎我，程天豹这个撤板凳很聪明，但还是犯规了。挡人。有了第一个罚球。罚进就追平。好球。12平，曹方。果子哥。吃果子了，曹方摆脱，半个身位加速冲过去，假动作篮下手递手，点起两人，哎呦，陈天豹没有拿到这个球啊！我的，曹方这个突破分球太给力了，李林内线被打接球转身后仰，哇厉害，高难度，暂停 ，two shots。好球！红队请求暂停。好了，那个，一会儿我上面拿球，你俩跟那儿，你跟我往外往里转，做个无球掩护，不然你俩打太累了。啊，好，你打完球之后直接从撩过去，别给他那个位置，一我都往里打。看得出来，这两边队长的作用，在暂停的时候，队长就是教练。哦，糟糕！李志锦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不要着急。两边都犯满了，去那边。1分13秒，在场上谁是指挥，谁是精神领袖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分差只有1分，有掩护，换防，大个出去了，还是坚决杀向篮下，漂亮！清华大学的主力内线，李志锦这么远。太难了，但是程天豹拿到了进攻篮板球，还好，还差1分 ，less than 1 minute， left hand layup no good， 曹方，3分没有选择出手，利用速度过掉，左手的上篮漂亮，太牛了，曹方，骗犯规，李林没有成功，没有上当，曹方最后还剩30秒。拉开1-1，加速左手拖，拔起来，这个球，杨毅碰到了球，断掉，漂亮的防守，很干净。李林杀向篮下，哎呦！现在曹方他们队还领先1分，李林要上罚球线，有机会去完成逆转，重新取得比分的反超。
必第一罚没进。哎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在场下看比赛的人，就是确实是会比在场上打的人更着急，因为在场下你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可能在场上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。第二罚怎么样？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两罚不中啊，他得背负多大的压力？曹芳，能不能完成绝杀？哦！自己来了，还是想要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，李林。最后只有五秒，李林能否绝杀？绝杀的机会！哦，又是犯规。没事没事。这次再一次的考验，李林学长罚球，只剩0.1秒。李林刚刚错失两次罚球，操，去他脚补了。这一次如果能都罚中，那就基本上绝杀比赛了。看看他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，为了自己的兄弟，为了北大的队友。慢点，李林。第一罚命中，追平比分。你好紧张。0.1秒。喂！哦，吊篮下空了，李林，好球。2+1的机会，补防已经来不及了。李志锦，曹芳的篮板球，场上最矮的球员拿到篮板。曹芳做打的转身后仰跳投，好球。李林和郭建之间的配合，北大清华之间的连线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第五次罚球，罚球。好球，老郭，一罚有。两罚中一，伟力啊，伟力啊，伟力，红队球啊，你从你的位置到中间不行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红队的球，曹芳试探步照脸上防，直接干拔扔一个虎，篮板球点出来，李志锦后撤步 step back for three。